23日，摄影师陈满就个人摄影作品引起争议发文道歉，称尽可能看了每一条指证，我深深反思，为当时的执着无知而自责，表示自己早期艺术观尚未成型，对少先队组织造成了不好影响，感到非常自责。现在已下架各平台相关内容，未来将继续沉淀进学，用扎实的作品讲好中国故事。